腾讯体育8月4日晚理事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发布了主场对阵贵州恒丰智诚队的公关海报，名满江苏苏宁将坐镇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启联赛下半循环的征程。在上一轮比赛中，江苏苏宁易购队客场1-0战胜河南建业，在半程15轮比赛中取得7胜4平4负积25分的成绩，排名联赛半程第5位。但在本场比赛中，球队外援特西拉也受伤离场，需要2到3周的时间进行恢复，加之停赛的帕莱塔，苏宁仅剩2位外援可以出战。同时，密集的赛程也极大的考验着球队的体能，而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下，越是需要球队齐心协力，需要国内的球员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江苏苏宁选用了和中共济的海报主题，奇迹球队团结一致，克服众多的不利因素，去赢下本场比赛。而在本场比赛中，对于江苏苏宁的球员和球迷而言，还将看到一位老熟人佩特莱斯库，他曾经执教过苏宁易购队，现在则是贵州恒丰的主教练。故人相见，总会有不一样的故事。而苏宁的现任主帅奥拉罗尤同样来自罗马尼亚，老乡见老乡，叙旧之外，也将在球场上一较高低。CNN 的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